哎、欸，这样看有公子有贵是贵公子，我确定。暗夜的贵，黑夜的贵，他妈很珍贵，他妈很珍贵，他妈每次取名超中文。查看分数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宇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就是我之前有拍过两集那个民意测验的系列，这样。那个是有网友做的，然后做给大家可以去测啊。然后里面有各种民意，像是反正我很闲、阿北出事之类等等，就很多民意这样。那之前我有做过测试，我记得我第二次分数比第一次高这样。那前阵子的话，我看到上班不要看，他们也有 PO 一个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意，没错，他们的第一届上部观众小学堂。不知道什么名称是这样的方式，对各位不是我在讲。其实我本身喜欢的 YouTuber 的话，我基本上是会去特别把他影片全部看完的。像我有看完浩浩的影片，对浩浩的影片基本上我每一部都看完过。然后最近我把健保的影片全部看完，那上班不要看的话，我看了八九成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蛮有信心的，说不定可以100分哦，也说不定。没有什么分数，为什么？因为大部分我看我喜欢 YouTube 的影片的时候，我会就是把所有影片全部刷完，但是还是会边工作或者是边玩手游这样，有时候可能会不专心，所以 lose 掉一些梗。那各位测验的连结的话，我也会放在下方留言区，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测一下，也可以在下方分享说，你们最后到底拿了几分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一届上部观众小学堂。我跟你们讲，如果我出我的名音，你们一定答不出来。感谢台湾名音测验给我们的启发，决定来测试我们的观众到底有多了解我们影片中出现的梗，搞不好连上部自己人都答不出来哦。看是谁打的文案，希望作答时不要偷看答案，测验看看是不是真的了解我们的日常聊天用语呢？100分，官方会给100个爱心。他们应该要在最后，就是。就100分的人就寄送乖乖比爱心的照片之类没有。好，25啊，看他的年龄几百，12到12岁以下，13到17，18到24，25到28，他把25到28分开来，我以前都只要点前面就好了。来 ，Let's go。请问蔡科致命口头禅“残暴的蚕”是第一次何时出现？我有。残暴的蚕是那个，我记得是那个有一次他们把公司变成了鬼屋，应该是这个吧？上班鬼杀队这个，应该不是上班不要看限定 open mic， 我不确定是不是跟上面这部影片有关，可是我记得我有看过，就是把公司变成密室鬼屋的这个，应该是啦，应该没那么难吧？等一下，不对哦，鬼屋的影片是很常讲到这句话，可是第一次应该不是哦。这个应该是陷阱题，因为它应该不是跟上面这个影片是对应的。这样，我在想是不是苍蝇那一部影片？没关系，我们先保留，先把公司变成密室鬼屋这个。哦，好，有点难嘞，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跟图片有关。图片中呱唧睁开眼睛，让人分不出是真的生气还是假的生气，还是见笑转生气的一句话是哪句？哇，我不知道哎，我想想。啊！我不要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不要。然后旁边是其他人，就坐在那边这样。然后他们好像跟眼镜，哦，我忘记了。对，但是我记得是我不要。世界巨星下棋啦！陈大黑，这个我知道。他们之前有 po 那部影片。请问最近兴起的 hashtag TT 叫情什么？我不知道哦，不知道吃什么就问他嘛，应该是这个，我猜。最近交女友一阵子的诺基，请问他把他的第一把圣器名叫什么？干，这个一定是汤马想的圣伤吧？我记得是，应该是伤，我依稀记得好像是圣伤。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最近交女友干，不要一直干嘛一直针对诺基最近交女友这件事情。请问由于小欧大力宣传，确立他的大圈圈的传奇，请问他被蔡哥命名为什么？我记得不是第四个，二还三？我猜三，我真的有点忘记了，惨了，我烂，我不是上班不要看的粉，对不起。请问他们的新人设最近被网路大家相传是香莲，这个我知道，黑夜的贵公子，这样看有公子有贵是贵公子，我确定。暗夜的贵，黑夜的贵，他们很珍贵，黑夜的贵公子，暗夜的贵，深夜的贵，不是深夜，应该是暗夜或黑夜，暗夜的贵公子。
我是觉得他那个名字可以取更中二一点，所以应该是黑夜的鬼公子，不是暗夜的鬼公子。黑夜，干黑夜的鬼公子，他妈每次取名超中二。池上提供只说男人的灵魂资料库中有一句话，大家会灵光一现，骗女生去休息的话语是哪句？哦，我突然觉得好累，想找个地方眯一下。对。哎，干，可是第一个答案好有道理，可是我觉得好像我记得他讲的是第二个。我肚子好痛，我想找个地方上厕所。对，应该是第二个，因为第一个有逻辑性的问题。第一个的话，去便商店也可以啊。请问哪对组合天天在上班？不要看你打架，被誉为是救妈那个梅伯跟蔡哥。对，错了就算了。请问上部哪位员工最能诠释傻爆屁眼的精神？这个我不确定，我猜是小欧还是大黑还是小白。请问在知名业配手机壳里面中，应该是那个吧？心有盾最能体现防撞的 slogan 是哪句？哇，这么细，太撞击了吧？这是我猜的。瓜吉上班不要看的老板，也是全台湾冷的老板，员工对他的敬爱与赞美如江河一般滔滔不绝。请问连瓜吉自己都接受的赞美词是哪句？老板是我的天，为什么我很想选三欸？感觉他都有接受，爹亲娘亲都没老板亲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老板啊！我选第二个，以逻辑来讲，虽然我很想选第四个，就是老板指尖耀动的电光，是我此生不灭的信仰，唯我瓜吉永世长存。我真的很想选这一个，算了。瓜吉上班不要看老板也是全台。请问在近期直播中，因为煮火锅时发现怒气少买了一把婴儿大爆气，请问是少买什么？这个我就不知道，这个我没有看到，这个我没有。直播的话我比较少看，我就瞎猜好了，我猜蛋饺。请问影片中的小饼穿越回古代后叫做什么名字？冠宇，我想起来，应该是冠宇。有，我刚刚仔细在想，我记得名字是很大众、比较怂一点的名字，冠宇。已经满两周年，放弃尊严，天之老板这么气，那天到底是穿哪个颜色的鞋子？干，这是60%的黑，这个是60%的黑跟40%的白吧？上面不要看，最可怕的惩罚就是离开公司几天后的惊奇。请问大黑在这次解招后被电子花车迎接，可爱的跳舞姐姐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我不记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记得小可吗？好像叫小可，还是小杰？好像是小杰，因为我记得好像有类似，就是名字很像黄小杰的人。对，瓜吉说，上面不要看最阴暗的角落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汤马斯，一个是 AK。请问汤马斯怎么称呼 AK？ 南霸天。上部的观众一直都是与我们紧密结合，请问双塔中观众整点最常会说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哎，我猜应该是业配吧。因为我没有跟全程直播，我有放着全程，但我没跟全程。瓜姐因为双塔练习中不断沮丧，可爱的马西为了鼓励他，不断给他赞美，甚至叫了老板我搭飞机来按赞这个梗。老板开心的也到处帮别人按赞。请问以下哪个人被老板的举动吓傻了？应该是路过的阿北吧？应该不是哲瑞跟陪练习的大哥，他们应该习惯了。要么超上的店员，要么是路过的阿北。我觉得是路过的阿北。请问小欧脱口秀今年大放异彩，其中对小欧造成最大影响的一个梗是什么？我要参加去爸爸的生日，好像是冒缆车吧。好，各位，我听完了。我觉得第一题是陷阱题，我要改一下答案。他是也说第一次何时出现，我确定鬼屋，这个很明显就是鬼屋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苍蝇的那一部。好 ，OK， 各位，我们要不要来赌一下？如果我对一半以上的话，就不喝苦茶了。然后大家，我好像也没什么好处，顶多你们帮我按喜欢、按订阅。然后啊，大家记得去追踪我 IG 啦。我有在发起一个活动，是我的 IG 追踪数突破10万的话，我就玩24小时的 Minecraft。现在正在招募中。那如果我错一半以上的话，我就喝一整杯苦茶，这一整杯。各位注意，最后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可以订阅黑鱼，继续拽你们了。还没订阅，订阅提交查看分数。45分，差一题。我来看一下，竟然不是苍蝇，是龟山岛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哇，
我有印象有讲，但是我不知道是第一次在那时候哇，因为我第一次看残暴的蝉是在鬼屋，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子。啊、oh, fuck， 我不要这个，对对 ，TT 是什么？不会跟丢老板的汤吗？哎呀哎呀，对不起，我大意了。哎，果然是圣伤，我都记得。哎，蛇姬，我也是诺大姬。哎呀 ，fuck。哎，果然是黑夜的贵公子，因为我一直记得不够中二，因为我觉得暗夜的贵公子更中二啊。依我对汤马了解，他一定会取很中二，可是我一直有个印象，就是我觉得不够中二，所以黑夜贵公子没错。哎呀，我突然找的好累，要眯一下。对，这没错，梅伯蔡哥这样。然后傻爆屁啊，大黑啊，对不起，太冲击了吧啊！这部影片我有看过，老板是我的天，靠腰。好，对不起，我太逻辑了，不能用逻辑去思考。早知道就选第四个，错了就算了。哎，火锅蛋饺，我答对了。冠宇，冠宇，哎呀，冠宇，因为我就记得名字真的很常见。这是什么黑色靠腰？明明就60%的黑跟40%的白。啊，小云，哎呀，小云，对不起，没有记得小云。是南屌天，不是南霸天。那南屌天是哪来的？南霸天是什么？我怎么记得我在上半表看里面有看到南霸天这个词？哎、欸，整点的叶佩呢？合理。路过了阿美不是？陪练习的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够了解上半表看。我也想要参加俊爸爸的葬礼，没关系，这部影片我没有看过，所以我觉得 OK 的。Oh fuck， 我觉得啊，这个我真的是意外到。然后 AK， 我觉得这个我应该要对的。小云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错。然后这个鞋子真的是不应该，不应该，我不够了解。如果有反正我和鞋的梗图就好了。好啦，各位，我经历了45分，大家可以在下方分享你们几分。惨了，全世界都知道我45分了，敢喝苦茶 ？Oh fuck！ 我原本以为至少对一半呢、欸。这是本作最痛苦的时刻，各位。我跟你们讲，一直有人问我说这苦茶啊，黑鱼眼的指甲的，他妈超苦。来，你们去买这个德安青草店，这个，这个苦是怎样？是会吐的那一种 ？Oh my god！ 我倒好多，我的天，这样可以接受了吧，各位？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各位，三二一，三三三三二一，放太久，更苦，不行，要吐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自己？为什么我要这么自虐？干，我就没办法拍三餐喝苦茶之类的，就怎么每一餐都要搭配苦茶喝。好血。好，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想接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来留言喜欢。我最近开了一个日常频道，叫宇哥日常，有兴趣可以去订阅一下，都发废片啦、啊。然后记得去追踪我的 VHLU， 按照我的粉丝团黑来追踪我是 GreatBUSK3284。那各位想要看游戏影片，可以去订阅黑羽陪玩；各位想要看开台记录，可以去订阅黑羽 LOG； 各位想要看猫咪影片，可以去订阅羽喵同乐会。我下面见，拜拜。